小伙，你上你这个电脑上监控吗？那个电脑外面那个呢？这个你上那个登录一号，把它那号登完了，跳过去那个。嗯，你对啊。快一分钟，慢一分钟，再慢一分钟，再快一分钟。他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不是很不一样。这个跟本田时间差不多，这来了。啊，你就放开一会儿。这么卡呢？操他妈，这两下挺灵的。没事，你先正常吧。对，两倍速了行。他拿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整的运动绳，那绳子是他在监室里拿的。对，啊，他那个电网没电了，电网连电了，电网忘回星子了。他把电网给拽，这属于这电网有电呢，有电，忘回星子了，有电。这不一人都上来了吗？那他咋确定电网没电的？他拿那个试的，不，让你试动的。那哎操，他踩磁壶上去的。啊，他踩磁壶的也没电。踩磁壶过去的。那咱们上面那道铁丝网不是有电的吗？没有。没有电。那是导磁网上。小亮点就是他在监狱那面道翻过来的。还穿着囚服呢。左脚有鞋，右脚没鞋。没鞋一管呢？对，看，他的右脚没鞋。右手拿个绳子。右手拿好绳子。详细，你看，哎我操，卡顿了，卡住了。绳子脚上戴的，操！跑那边，那边没有了。嗯，那边，我这边。哟，那边就看不见了。往那树那跑了吗？